不愧是于东风和苏小菊钟情的女人，的确和普通的弱女子不一样啊。打得好。请。活着，我一会儿带你去见他。太好了，现在不是说这个的时候，走。诺卡，你这个老烟狗！老烟狗，老烟狗，你个老烟狗，老烟狗，打死你！老烟狗，打死你！我打死你，老烟狗！佐助就在身后，现在是干掉他最好的时机。知道少爷。赵大人，爷我今儿还要办大事儿。给你一个痛快！临死前还能笑得出来啊？
抓紧时间化妆。来，你们俩跟我去卸车。哎哎，好。凯撒，都走。嗯。苏小菊，我也让你死个明白。哎，不对呀、啊，怎么了？哪里不对？刚才那个人是马光斗的师弟，他可是个武生。苏小菊要唱的可是《杨门女将》，里面全是旦角，叫武生干什么呀？喜袋给我。嗨，明天的戏就一出是有武生的，你们猜是哪出啊？不会是就是我那出借东风。苏小菊，放了我，兴许左竹太君还能饶你一命，难道你想死吗？赵德荣，你知道人和狗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吗？人不会摇尾巴求饶。少爷，现在日本已经知道咱们要干啥了，咋办啊？先别乱，看来鬼子是给咱们设套了。我们先找于东风，逃出去再说。弟兄们，那家伙！你怎么就动手了？咱们就赶紧走。赵少奇，我已经把活干完了，走出阵营。不是左手转移杀
卫兵都去哪了？有情况！哎，小雪，谁啊？哎，大雪，肯定有土八路。喂，嘿，抓活的！别着急动手。
車を呼い、おい、はい。癞蛤蟆变成了死蛤蟆，我踢死你们！老白，爷最后送你一个大礼！救命啊！